为了让市民朋友更加了解穿越古今宜兰河画作所描绘的人文意涵，作者特别挑选30座场景，着以史料以及搭配老照片，编撰成《穿越古今宜兰河》一书，并在今天正式发表。啊，我们这张画主要是画100年前的宜兰，那当时宜兰非常丰富的人文环境跟自然的景观哈，在这张画册里面经过编辑群2年的编辑，终于问世。那我们也希望它未来成为宜兰非常好的一种在地素材，那让更多的朋友、更多的学童哈，能够借这本书来了解我们的家乡宜兰河跟宜兰城。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教材哈，100多年前的让它重现哈。我说我们的教育没有历史感，或者是没有本土的概念，我们可以知道1000多年前几千公里以外的《清明上河图》，对自己家乡这一条河流却不清楚，这个真的是风雨名山之夜。而且现在我们常说，只要有一条河流流经一个都市，这个都市一定是漂亮的哈。市长江聪渊表示，穿越古今宜兰河除了是艺术和乡土教学最佳的教材，现在更能借由这本专书的出版，为宜兰河留下丰富的内容以及考证的文史佳作。我们看到，不管是陈世强老师，或者我们这么多艺术工作的这些教授啊，文化工作者共同努力的一个成果，能够记录我们这个城市发展的点点滴滴。我们也希望说，这么好的一个记录能够来跟我们城市发展共同来结合。我们也把这个第一本书籍送给我们的尤锡坤院长因为尤锡坤先生在担任县长的时候那时候陈世强老师要去这个美国纽约深造的时候，也是由我们这个尤县长大力的支持来帮助，才可以造就一个艺术家。来到宜兰安永新史馆，我才知影讲陈世强教授的伊的特点所以安永新史馆内底嘛有伊的作品甲中华有一个咖啡馆。塞凡提斯咖啡馆嘛是伊的作品，所以是一个公共艺术同时对地方的关怀这人文甲历史，以及对这个土地的感情，是值得咱大家钦佩。这本书除了赠送给各县市以及县内各级学校外，市公所也准备200本送给民众，欢迎乡亲在4月7日的上班时间，携带身份证到文化花展所来领取，每人限领一本。穿越古今宜兰河，赞赞赞！宜兰新闻记者赖福兴采访报道。